老婆，你干嘛？老婆，继续。段小草今天好像不在状态。当然了，他跟他后妈吵架了。啊？让他知道他得杀了我。什么事儿呀？神神秘秘的。你刚刚说，段博文跟他后妈吵架了。 他爸妈离婚了，那倒也不是。他妈妈去世了，他爸娶了一个大不了他几岁的后妈，天天在家无理取闹，跟他吵架。这样，不过你怎么这么关心他呀？你是不是喜欢段博文啊？我怎么可能啊？你说你不喜欢他？ 那就是他喜欢你了，真的，你觉得他喜欢我？元气小姐，我真发现你很单纯哎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杂志可好看了，里面有一个叫《江湖恩仇录》的，作者是横刀，写的可逗了。 干嘛去啊？上厕所。哦。有事吗？于世子整天看着几个大大小小的小说，你不管管他吗？我干嘛管他？所以你和于世子不是情侣喽？我爸妈以前也经常吵架，家里常常都是鸡飞狗跳的。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。 有些事其实根本轮不到我们去操心，你要是想让日子过得舒坦些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事儿都别往心里去，就想着反正我们早晚都要离开这个家的。你唧唧歪歪个什么？我在关心你，你居然说脏话！我不需要你的关心。思思公主，晚上别忘了去我们家吃饭啊！不去了，休息。 就这种人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。他的苦你不知道，以后他的苦都别让我知道。好心没好报。池子，你来啦。 你在找什么呀？我找新野七山流呢。那个要每个月第二个周五才会有。哎，你说胡一刀掉血悬崖之后到底死没死啊？没死，被女主救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其实我认识这个作者。真的？我可以让他把后续的内容传给你。 但你要答应我不要传到网上哦。嗯，我保证，我保证，看完就删。这是我的 QQ 号，以后都发给他。以为你只会做糖水呢，没想到你还认识作家。其实，你也认识他。 小神神秘秘的，小心我生气啊！啊，别！我先问过一下他，如果他同意的话，你就在家等我消息吧。好，等你回信啊。三水啊，怎么啦，奶奶？来想玩个妹，你个赖在做老婆啊？奶奶，你糊涂了吧？我还没到娶老婆的年纪呢。那个是老啊。 阿们是萌萌哎，吉时已到。 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
伴，李成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一会儿你段伯伯到家来吃饭。又来咱家避难了。别瞎说。怎么回事你还整天就冒冒失失的，你哪像个女孩子。我的锅。哎呀，现在这样我跟谁学了呗。他们要到了。哦，好了，来了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去帮忙挪挪凳子。妈，嗯，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？说什么？哎呀，你跟段伯伯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当交易？你瞎说什么呢？又在这儿，是不是又找你借钱了？人家就是来吃餐饭，借钱借钱，哪儿都有钱借呀、啊！哎呀，那为什么他们俩每次一来，你就摆出一副倾家荡产的劲头？欠人家什么了呀？我就是心疼伯文这孩子，妈妈走得早，董佳雷呢又不会做饭，他过去在文工团是唱戏的，顶多也就是个花架子。那人段伯伯喜欢不就完了吗？那是啊，那肯定是。哟，来啦！段伯伯好。好，哎，伯伯好，快来，快坐。一会儿别瞎说话啊。知道啦。知道。嗯。我听伯伯说，你上学期期末考试考得不错。嗯。伯伯，你得赶上啊。那是他运气好。天天的玩，天天的不复习。哎妈，你天天就知道黑我吧？是我不复习了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你那黑眼圈啊，就是不睡觉玩电脑熬出来的。哎呦，哪是你想那样？我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把你的心思放在学习上啊？你好好跟人博文学习学习，整天就把个心思都放在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情上。别收了，别收了。怎么样，董佳雷最近还跟你闹吗？闹啊，昨天晚上还哭呢，闹得我这脑袋都疼。活该！现在知道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难伺候了吧？是，我就应该找一个像你这样的。你别瞎说嘛！行了行了，别收了。哎，我看这样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好吧，别让你那小媳妇知道了，到时候又来我家闹。你们去哪儿了？怎么不开灯呢？回答我，你们又去哪儿了？我和伯文去吃饭呢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看，我给你带来了最喜欢吃的杏风暴，还热乎着。接着吃。我不吃，段建国，
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去孙平家了？咱不能往下讲。我没闹，你就是去孙平家了。是，我们是去孙阿姨家了。人家可不像你，整天一张死鱼脸。是，他没有死鱼脸，他哪都比我好。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过来跟你爸过。我走，我给你们腾地儿。咱不这么闹了，行不行啊？你放手！你去外面找女人，我还去外面找男人呢。爸，你别拦着他了，你去啊，去找个更有钱的，别来祸害我爸。伯伯，你爸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他衣柜里的衣服不见了，他去哪儿了？还能去哪儿？去你李家出走了呗。段博文，你爸都不见了，你还跟没事儿一样。把首饰还给我，找到你爸自然还给你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随便进我房间翻东西。段博文，我告诉你，你没资格恨我。太高看自己了，我才懒得恨你。你知不知道？我当年嫁给你爸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反对？为了他，我众叛亲离，落到现在我一无所有，我背后受了多少委屈，付出多少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父子俩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你说对了，便宜，你知道自己便宜就好，别整天把自己装得像个贵妇，你没那个命。把首饰还给我，找到你爸自然还给你。爸，你快回来吧，董阿姨找不到你，哭得好伤心。神经病。段博文，是啊，怎么了？
上个月这班费还没交。你不会是专门来我们班收班费的吧？说也没用，反正我没钱，不好意思啊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票面太大了，怕你找不开。那你是不愿意交吧？既然都发现了，那我就不狡辩了。我说你疯了吧你？你才疯了吧！一直在那挤眉弄眼弄什么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哎呦！大家好，我叫李尔，是你们的学姐，也是你们的新班主任。接下来负责你们的语文教学，希望大家可以把我当做你们的朋友，多多关照。电话号码去啊！哎，你哥，咦，真没用！哎呀，陈子，陈子，来！来，陈子，快来！美貌与智慧的并存，气质与优雅的化身，天中校花。怎么会啊？这本来就是事实呀。嗯，反正天中学生会会长的位置，非你莫属。亲爱的元气小姐，你对我真好。亲爱的思思公主，你对我也很好啊。请多加礼票，谢谢。要！哎呀喂，你压了我传单了，往后退。啊。算了，重新印吧。这个冯三水，迷迷瞪瞪的，我听说他高考的时候都能睡着，我也真是服了。不过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糖水味道可好喝了，尤其那个龟苓膏，兑上蜂蜜之后，超好吃。我们晚上一起去吧，和丁胖胖去吧，我从来不吃路边摊。哦，于狮子啊，帮我教一下。这么晚了，我不管。帮忙？不帮。好，你说的。数学考试的时候可别找哦。哎，你。李老师，怎么不敲门？我敲了呀。哦，知道我叫你来是为什么吗？
打这电话的人真够锲而不舍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写作文？因为你的作文题目太没劲了。这就是你捉弄我的借口。你只猜对了一半。还有一半是什么？你猜啊。我猜啊，你是为了跟我示威吧？你上一任班主任跟我说过，说你是你们班刺头，还把你家长电话留给我了。让我不请家长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你得给我当语文课代表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师觉得你的表达能力特别好。说白羊座的反抗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。什么书啊？星座书啊。星座书？还说你今天出门会踩狗屎呢，你小心点。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他说什么你都笑。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元气小姐，你真该好好反省一下，某些人的臭脸都是被你给惯出来的。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嗯，明天见。哎，佳丽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过来一起吃饭。我去练琴了。学生会的选票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你有多大把握呢？100%。不错。月考成绩出来了吗？这次没考好，年级第二。为什么不是第一？考英语那天我发烧了。这个不是理由。明知道自己要考试了，为什么让自己生病呢？对不起。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别人家的孩子努力10倍，你要努力100倍。你都18岁了，要比你们班同学更懂事些，知道吗？不吃饭干嘛去？亲爱的，快来陪我游泳吧。好，陪你游泳。嗯。
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这篇作文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这就是你写的作文，虽然不错，很押韵，但是请你重写。我要的是作文，不是歌词。老赵，下次不要再迟到了。谢谢老师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歌词中修辞的课程。你别去买了，怎么去了那么久？陈宇，你别凉了。一个是押韵，第二个是鼻音，又叫重合或复字。老师长得真挺美的。那我现在就来说一下我学的第一首流行歌。你叫了什么？小耳朵。你不知道啊？他外号叫小耳朵。你听谁说的呀？哎，我说自从他来田中之后，整个田中的人都在骂他的瓜。哎，他原来好像在一家北京的出版社工作，刚回来不久。她男朋友长得又帅又有钱，把她捧在手心里。觉得长得那么美，又那么有气质。你找哪位？段博文，你出来。阿姨，我们上课呢。你是他代言人吗？你来我学校干嘛？你爸呢？你自己老公，你问我？段博文，你转告你爸，是个男人就不要这么窝囊，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？有什么事挑明了直说。阿姨。小点声，这是学校，家事咱们回家说。家事，你也知道是家事，我们的家事你管得着吗？干嘛？我老公是不是在你家？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有些事我只是不想说罢了。你们都拿我当猴耍呢是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拿你当猴耍了？走啊，你现在就带我去你家。当着你妈的面，把这事给我说清楚。走。放开我！干嘛呀？你摔着我了。你妈就是只老狐狸精，生下你也是只小狐狸精。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叫老师啊！你妈就是只老狐狸精，你才狐狸精呢你！你妈才是！你是？你踹我干嘛呀？你妈是！别闹了，不嫌丢人。力气倒不小。你看看他这个做儿子的，一点都不关心他爸，还想动手打我。我应该报警把他抓起来，让警察好好管教管教他。他爸把手机关机了，你打不通，他也一样打不通。不过打人是他不对。
哼。